干啥呢？没干啥，这两个你选一个吧。嗯，我选这个。哎，你这我选的。你拿来吧你，我先选的。这里边它有肉，鹅的瓜皮，我都闻见肉的味道。你等我吃完你再吃，要不然我给你抢。那你先吃吧。这里面是藏了烧鸡还是烤鸭呢？听声音里面肯定不少好东西。他这碗螺蛳粉配鸡蛋看着不赖。哇，你鸡蛋看着挺香的哈。要不然咱俩换换。我才不换呢，我这里面它有肉。比起你的蛋还是我的肉更香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先吃点酸辣的无骨鸡爪开开胃。哎呀，我们家我先吃了啊。哎，你吃点肉不是太馋我了吗？等我吃完你别笑。说的也对。那你快点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太好他提醒了我，要不然想我又吃，我还真拿他没办法。这年轻人。等他吃饱了我再吃，再饮一会儿。你吃完了吧？你吃吧。行，那我吃了啊。噔噔噔噔。我就知道鸡腿儿今天终于选对了。耶嘿，啥情况？什么玩意儿？假的。你说肉啊，肉在我这儿呀。嗯，真香。让我吃。这我的。你假的到了我。